不会有第三个活人发现此事，实质无需紧张。差八个境界，血拼也没有胜算。开门见山吧。我助你拿下秦船，并在一年之内登上城主之位。条件：平分修罗城，活捉苏定。师尊虽然讨厌杀伐，但不会为了两个小人过分刁难。凭什么帮你？又如何信你？因为你没得选。第一，我不阻止你杀聂风；二，连若冰吃下这个，便是他新的夫君。两全其美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放肆！竟敢欺辱我朝皇子！上来就是杀招，他想剔除聂风。你敢伤他？堂堂七重武帝，欺负四重武圣，没品！你们都该死！某些人连出场的机会都没有。不去道贺。他没事就好。还是那么受欢迎。年纪轻轻就有此等实力，整个大陆都屈指可数。师尊谬赞。我见你防御力偏弱，修炼淬火御力诀能大幅度提升身体强度。多谢师尊。修行最忌焦躁，切莫妄自尊大。好了，回去准备晚宴。是。看样子你有别的想法。不急，再等等。我没什么优点，就是胆大。更何况毕竟都是手下败将，小小圣级又有何惧？好大的口气啊，在两个历年最强面前。他是不是吓傻了？聂兄的魄力在下佩服，等比试结束我们畅聊一番。没必要。够狂。
但实力不足，一会儿要丢人现眼喽。与其浪费口舌，不如趁早认输，留个体面。夫君不会输。好好观战。但愿你配得上这份自信。金涛掌足以碾压七重境。他比林北更强，先观察。等他下去，才是我们的较量。也罢，不用费力。会躲吗？别打我！别打我！别打我呀！师尊，这个家伙不好对付啊。相信风城吧。第一个出战，不是最强，也该有特别之处。斩！胡子涵，一个畜生，也配扰乱你心？能在我的刀山双峰下站立，油头粉面，一看就不是好人。善恶难辨，而且他太神秘，确实要保持距离。对了，怎么带别人进来？你想带那两个相好来月灵台？共同进步，何乐不为？哼，一点都不乐。唉，方法简单，但以你目前的修为，很难做到。怎么说？带突破地境，应该就能带一两个人进来。地境。且慢，可以修习增强神魂之力的功法。你肯教？乖乖收集神力，我自然肯。他们不行，你可以试试小菜蛇。你倒是提醒我了，雪儿算半伤兽。